任性撒娇胡闹惹你生气，你却不冷不热神色不羁，直到看见你被我的可爱打倒，我才会考虑离开太阳系。宇宙万有引力，万有引力，你对我有致命的吸引。只要这么几对情侣就可以正式实验了呀，嗯，好聪明。哦，对，这么几对情侣，嗯，其实现在的我也可以。嗯，什么意思啊？小七，我喜欢你。凭什么？什么凭什么？对啊，凭什么？你从一开始不就看我不顺眼吗？要不是我死缠烂打，你才不会让我进你公司吧？而且后面还对我发脾气，让我离开你的生活。虽然后来是有道歉嘛，但那不也只是道歉吗？跟喜欢没什么关系吧？哎，你会不会是搞错了呀？其实我以前只相信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没有说谁非谁不可。大家所说的灵魂伴侣、天生一对，对我来说，那都只是编剧他们想写一些自己不相信的事情，但又想让观众去相信这些故事。其实后来我发觉，我并不是不相信爱情，只是我根本就没有想过我自己会这么幸运。我虽然过着那么普通的生活，但却能遇到这么不普通的你。你觉得遇见我是很幸运的事啊？好看吗？哇，好看。这条项链叫做流浪北极星，其实我很早之前就想送给你了。北极星，它可以为人指引方向，而对我来说，你就是我的北极星。我流浪了这么久，好不容易找到你，我不想再失去你了，小七。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？我的心怎么跳得这么快？跟他在一起还能完成任务，不如先答应他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Thank you.
怕倒流时空，故事才从头。我不忘你眼中深埋的温柔，爱上你原来只要用一瞬间，忘掉你偏偏却需要。302上楼左手第一间。我们开两间房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今天客人有点多，只剩一间房了。没关系啊，我跟小七、柴姐，我们三个人都住过，今天两个人肯定住得下。只要不跟你对视，就没问题了。不是小布，这不是住不住得下的问题。我觉得今天太晚了，就将就一下吧。放心，我有办法。你睡床，我睡地，互不打扰。行。那我先去洗澡了啊。小布，你怎么了？我冰箱呢？我口渴。那儿呢？啊！这次都没看到眼睛，怎么又要变鬼了？小布，你找什么呢？哎呀，快去把衣服给我穿上，快去！哎呀，怎么回事？看一眼身体都会变鬼吗？进展得非常顺利，您为什么看上去还是不开心呢？你怎么什么都不发呀？为什么就我一个人在官宣？我官宣当然要正式一点了。不仅不官宣，连个赞都不给我点。好好好，有嘞有嘞。喂，干嘛？哎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没什么好看。哎呦，大魔王，盖好了。什么？奶绿？什么意思？芋泥？这不你们奶茶店的招牌吗？我们奶茶店的招牌是芋泥波波奶，芋泥波波奶，谁要波波你啊？再说凭什么你是奶绿？那偶尔奶绿主动一次也可以呀。你要干什么？
啊。不许看我。就一个人独食，不分我这样好吗？正好，跟你一起吃。好香啊！柯老师，早。早。早安。哎呀，来点培根吧。啊，谢谢。来，这次真的非常感谢你。我们回去一定会马上做实验的。不着急，吃完早餐再走。好。哎，你们俩是不是？昨天就看你们俩有 CP 感，这样更好。把提纯荷尔蒙的技术交给一对情侣，成功率肯定会更高。好吃。不打扰你们了啊，我先进去了，你们继续。老师不够再拿一点。哎，不用。你要吃这个吗？嗯。给你挑一个。嗯。你们干嘛呢？吃早餐了。对啊，你看不出来吗？我们在一起了。来，小布吃苹果。我也有。哎，哥，我还想在这多画几天，要不然你们也先别回去了。不行，科研部的事不能再拖了。小七，快帮帮我！明白了，想要留下来陪方烈是吧？但是又不好意思开口。我帮你，行，交给我了。烈，让小布留下来陪你。啊！不要担心啊，我回去帮你跟柴姐请假，在这好好待着啊，陪她陪她。OK 的。你们俩玩得开心啊。嗯。哎呦！恭喜总裁和总裁夫人，终于牵手成功。祝你们永结同心，百年好合，白头到老。谢谢谢谢。啊，上车吧，我来开。小心头。甜宠热恋篇章，看高冷霸总如何演绎当男人恋爱时。走不走？啊，走走走走走。亲爱的，尝尝这个。好吃吗？嗯，你甜。嗯，甜吗？只要是你喂的都甜。柴姐，我们回来了。这不是时候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们听我解释。你其实不用解释了，我现在正式宣布，我跟张医生已经在一起了。哇，这
柴姐，你太棒了吧！你终于把张医生搞定了。这说的是什么话？我这么矜持，应该是说张医生终于把我给搞定了。以后就是家人了，一家人，姐夫，是吧？姐夫，方总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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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早早早。那个，一会儿进办公区，我们分开进去啊。你怕同事看到？对啊，我们又没公开关系，你先藏一下，先藏一下。没发火，走，方总早，早上好。方总怎么跟他一起来着？不管人家了，小事好办。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没发现吗？你看。听说方总和小七今天就回来了，今天就回来了，马上就可以看 CP 撒糖汁了。方总早，方总，方总，七，来我办公室一下。有工作找我。哦，好好好，知道了，我进来。这怎么一大早就有工作？太忙了吧这。进来。有什么工作非得现在来？是不是确立关系了？干什么呀？充电。哎，别闹！这里人这么多，又看到了外面。看不到。看得到。你上次对我上下其手的时候，就没想过这里是办公室？你真的学坏了。怎么可以双标呢？没有双标。有没有？没有。关于技术层面，就按照客人的资料去执行。接下来我们要找四组情侣来提取样本。哎，我们不是要找五组情侣吗？我们就是第五组。我说过了，我们之间的关系我要正式官宣一下。你这太突然了，大家都没准备。我也没准备好。方总，我们早就知道了。对啊，你们俩对视的那个眼神真的太明显了。就是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我们对办公室恋情看得很开呢。
王总，大方点吧，朋友圈早就看过了。是啊，王总。我们还是继续开会吧。大家有什么问题吗？方总，为了达到最佳的提取效果呢，在后天实验开始之前，情侣们是不能见面的。刚在一起就分开，这也太残忍了吧！柴小姐，要不算了吧？这有什么好算的？不就一天不见面吗 ？OK 的，继续开会。让你做的数据统计呢？啊，方总，方总，反正都有五组情侣，也不差你们这一组，您就去找柴小姐吧。那怎么行？这项目对我们公司这么重要，我作为老板，当然要以身作则。哎，规定说你们不能见面，但总可以打电话发信息吧？我像是那种人吗？不像。3、2、1，删除。你怎么把发总的微信给删了？不是，我实验规定我们今天不能见面，也不能联系，我这是怕他忍不住。哇，小七，小别胜新婚，你这小尺度拿捏得死死的。老板，买单。哎，来了。忍住，忍住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手机给我。方总，方总，方总，柴小姐她可。按错了，肯定是。喂，柴小姐，你怎么能把方总给删了呢？谁？没人。怎么样，这次出差顺利吗？我们已经准备实验了，明天呢就可以正式的提取荷尔蒙素了。那就好。啊，喂，韩助理。哎呀，柴小姐，你怎么还没把方总叫回来呀？小七，方总他没有欺负你吧？啊。你跟谁聊天呢？
这次我们两个外出以后就正式在一起了，我跟方了。小七，嗯，你没谈过恋爱吧？没有。作为你的朋友，我非常希望你得到幸福，但是有些人不值得你去信任，你应该保持警惕。警惕？谁啊？有些人是真的不值得信任，尤其是那些伤害过你的人，你应该保护好自己。哎呀，你放心，方总不是什么坏人，他可以相信的。Candy， 连接 F 集团内部数据，随时跟踪荷尔蒙素的科研发展。明白，主人。柴小七擅自和方冷确定恋爱关系，这一信息需要汇报给组织吗？这只是他任务中的一部分，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。主人，柴小七可是您的基因匹配对象，他现在的行为不算是违反了开普敦基因匹配法则吗？做好你自己的工作，不要多管闲事。但是主人，您确定不要？怎么还没回来啊？这都几点了？方总，你还没休息啊？小七没有一起回来吗？小七他跟我说，他为了那个实验的效果，就住在奶茶店了。我怎么劝他都不听。谢谢。男人恋爱起来真的是上头哦。小七开门。开一下吗？七七，恋爱谈的怎么样啦？方冷他除了老是想亲亲我，老想抱抱我之外，其他的我觉得都差不多。哎，他
抱你的时候，你会不会产生排斥反应？嗯，不会啊，我反而觉得还挺舒服的。在地球人的情感体系中，肢体接触是很重要的一个培养情感的步骤，尤其是刚在一起的情侣，他们喜欢在身体上建立这种熟悉感。小七，你一定要记住啊，开普敦星球是严禁情感的，你现在只是在完成任务而已，不是真的恋爱。你放心好了，明天呢我们就开始正式实验了，荷尔蒙素很快就可以研制出来了。王丽，你知道原先我以为如果我有感情的话，他一定会打乱我的正常生活节奏，但我现在才发现，有一份稳定的感情真的可以让我更投入我的工作和我的生活。哥，你觉得你这样在我面前秀恩爱合适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现在都忘了，小布都不想正眼看你了。哥，你说现在审美潮流是不是变了？他们是不是不喜欢我这种大眼睛男孩？是不是都喜欢你这种类型了？所以啊，我以前就跟你说过，你一定要有健身的习惯，健身才能激发你男性荷尔蒙啊。我还记得小西在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，他就一直觊觎我的胸肌和我的腹肌，当时我觉得他很肤浅，但我现在发现其实他也挺有品味的。哎，你知道他第一次摸我，王丽，哦对，你现在跟方烈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的体温还会升高吗？还会变乌龟吗？哎，你别提了，我现在跟方烈在一起只能靠喝冰水降温，更可怕的是他明天去写生，还要我去当模特啊，那怎么办？我太难了。这个姿势可以吗？可以是可以，但是小布，你摆造型的时候能不能面对我？行。闭着眼吧。小布，你的头发。小布，你怎么了？小布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事没事。小布，你发烧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你画，没事没事，我很好。地球太邪恶了，跟我的系统根本不兼容啊，好想回木星。这个数据你再确认一下。
没什么，就是个普通的测试。我也没什么感觉。一会儿完事带你去一家餐厅。去什么呀？先做实验吧。方总，那我们就开始了。开始吧。开始吧。取了0.5%啊。嗯，明天科研部他们说会调整一下。别着急嘛，这个实验本来就有很多的偶然性，第一次失败了也没什么呀。我想充电。你这坏习惯什么时候才能改掉？这哪里是坏习惯？哎呀，你身上的荷尔蒙味道实在是太重了，改不掉啦。那你到底是喜欢我身上的荷尔蒙，还是喜欢我多一些呢？这有什么区别吗？我觉得你就是一个行走的荷尔蒙。等一下，那我呢？你是喜欢我什么？是比较聪明，还是比较可爱，还是比较漂亮？你呀、啊，我想一下，我喜欢你，笨。你要干嘛？打你。说真的啊。一开始你闯进我的生活，我真的觉得有点莫名其妙。你把我原本的生活搞得一塌糊涂，但直到你进来公司，你明明什么都不会做，但你还是满腔热血地往前冲。刚开始我觉得你根本是在浪费时间，但直到你在健身房做直播的时候，我真的看到你身上那种非常可贵的品质。有些人遇到一些困难就会先放弃了，可是你不一样。我觉得在你面前完完全全没有困难这两个字，只要是你想做的，你就会不顾一切把它做到最好。现在是不是很庆幸你觉得自己有点笨了？但凡你当时聪明一点，今天就不会这么厉害了。
声又熟悉，忽然间触发了藏匿的回忆，画面闪回，唤醒心跳，我多半会忘记，你是我相思的理由，掌心里的坚守，唯有你紧握就能够让我跟逆着枫叶一样执着，哪怕倒流会是